傅昆萁退让不争立院龙头，韩江佩抵定镜头前手牵手。国民党54票要求一票不能跑，但第一轮想过半还差3票，关键就在民众党。台言整合在野难度高，尤其民众党可能的游一票蓝绿都想抢。但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柯文哲其实很在意韩国瑜在选前造势的这句话，蓝白心结就此埋下。柯文哲的这场选举是空气枪，非常的热闹，但是不会赢。全签最后关头被公开针对，柯文哲不满真心换绝情，蓝白媒和民进党尤昌沛连任仍有机会，而开议后的议事攻防掌控权在总召，赖世葆、傅昆萁、柯志恩都被点名有意争取。驳斥传言柯志恩不主动争，眼前硬仗是立法院长，把握机会多拉一票是一票。三兄林凯主播，我们学院 台报道。